手动的，24寸的分布式压缝机，它是防护型的，普通表，乙烯式结构，油缸是95毫米，活塞呢最大轻松是30毫米，啊，这是一款现在市面上最新的一款压缝机。下面我们用25毫米的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样试一试的，啊，首先先放上一个垫片，然后装上样品。防护门，然后我们保压一段时间之后，把样品先卸压，然后取出样品，给大家看一下成型效果。嗯，首先把模具反过来，拿下模具底，套上我们专用的合格套。轻轻的取出样品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一个完整的压缝过程，压的效果非常好。